我们上山下海，我觉得有可能是真的是最最最硬跟最累人的节目。其实我也非常就是很感谢有我们的固定的摄影组愿意来出我们的班，因为我们班真的太硬了，然后能够拍到这么多的大山大海，然后跟着大家一起，其实我们已经快要5年，真的很像家人。然后我相信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爱在里面，所以我们才可以继续走这么困难的路，所以真的很谢谢上山下海，然后真的好开心，我们得到我懂，我懂这种感觉。下礼拜还是要继续出。对，下礼拜还要去华丽外景。好累哦！太发自内心了。在我在山上煮了这么多顿，大概100多顿，在海旁边也煮了好几顿之后，我想，我终于可以证明一件事，我今天是全台湾从最深的地方煮到最高地方的厨师。哇、yeah! 欸！这样子我们要去玉山板豆吗？要板豆。我们会在玉山办庆功宴，欢迎大家来参加。只有4个人。对，我也要再次要感谢我们4位主持人，我们真的是家人，然后又是伙伴，然后真的是有他们的陪伴一起走这一段山路，让我从一个高山症变成一个高山咖。谢谢，真的。本来在流鼻血，对啊，现在都生了小孩了，没有关系。肖欣欣，谢谢他的福气带来的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欢迎我们的益智及实境节目奖节目得主，上山下海过一夜之极岛台湾。先进来是我们的主持群，还有我们的制作团队。来，大家一起，大家一起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来来来，往靠背板，靠背板，好。来，那个看到这个红毯上有个 T 点，来，这个大家。旁边大家可以过来，来来来，高野高野往这边站，好 ，OK OK， 没问题，来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大合照，来来来，后退一些，后退一点，往后一些，往后一点，好好，然后大家靠紧一点，大家靠紧一点，好，来，先看向正中央，正中央的摄影群，我们先事先一起哦，正中央，正中央，好。好，来右手边的摄影群，来大家视线一起。好，来左手边摄影群，来看一下。好。好。好，没问题。来，需要那个共同视线的来，独哥你 OK 吗？你拍好了，好，好，左边来，左边这边，你们的左手边，对 ，OK 了吗？好，那我们送上麦克风来，我们让大家来。台上这个一定有还没说完的话，那谁先来？这个我们来，好好好好好，少强导演先啦，好，恭喜少强导演，辛苦你了，来，真的很感谢我们的伙伴，我们的主持人，然后公司愿意给我们这样的机会，让我们去上山下海，我个人还有我们都很爱上山下海这件事情。那像我身上，我就是穿着我们去雪山下雪的感觉，我的裤子是我们海洋的波光，所以我身上穿的就是我们上山下海的样子。那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台湾，虽然说它很小，但是台湾是一个非常适合上山下海的地方。我希望可以透过我们节目的推广，让不管是台湾人或者是说国外的人都可以继续来台湾玩。好，台湾真的很好玩，谢谢。好，来，艾美，我们上山下海，我觉得有可能是真的是最最最硬跟最累人的节目。其实我也非常就是很感谢有我们的固定的摄影组愿意来出我们的班，因为我们的班真的太硬了。然后能够拍到这么多的大山大海，然后跟着大家一起，其实我们已经快要5年，真的很像家人。然后我相信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爱在里面，所以我们才可以继续走这么困难的路，所以真的很谢谢上山下海，然后真的好开心，我们得到了，真的好累哦，我懂，我懂这种感觉。下礼拜还是要继续出，对，下礼拜还要去华丽外景。
好累哦，太发自内心了。来，巴蒂也说个话吧。我们爬了很多台湾的百岳，然后去了很多很漂亮的山脚点。其实最美的景观都在山脚点会看得到，那种登高望远的感觉。那今天来到电视金钟，拿到金钟的最高山脚点，这样看出去的感觉就是爽，爽。然后要感谢我们三立，还有我们所有的长官，以及我们的制作人。编哥，对不对？还有我们的导演，以及我们所有幕后的这些小编、企划，还有我们的摄影团队，他们都是非常辛苦的。有时候要去到高雄、屏东外景，一连串的五天，他们还必须要自己开车，开着高速公路，然后在休息站换手休息，这样再开回台北。所以大家都是卯足全力，然后卖命的去做节目。所以这次能够入围，我觉得这是能够得奖。能够得奖了，我们得奖了。对，我还在入围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得奖，真的要归功于所有的我们的团队，上下来的团队们。对，真的大家好棒，耶、yeah! ！还是要继续上班，耶、yeah! ！好，来杰哥，杰哥也说个话来。我想身为节目最年长的一位，我很荣幸有机会参与这个节目，把我环游世界的经验在台湾大放光明，因为。我世界各地去了非常多的森林，去了非常多的美景、海洋的地方，但是只有在真正台湾这块土地，你才能感受到那个真正孕育的能量。所以我很高兴能有机会跟我最好的兄弟们、我们的摄影、跟我们三位最棒的主持人、三位最棒的主持人、主持人，让我有机会在这节目中跟大家一起分享台湾的美好。最后，我要告诉我自己，我很努力。我虽然只有三根手指头，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。谢谢大家。Woo! Rocker， 智慧来，最会爬山的帅哥厨师。是的，那个在我在山上煮了这么多顿，大概100多顿，在海旁边也煮了好几顿之后，我想我终于可以证明一件事，我今天是全台湾从最深的地方煮到最高地方的厨师。哇、yeah! 欸！这样子我们要去玉山板豆吗？要板豆。对，我们会在玉山办庆功宴，欢迎大家来参加。只有四个人，对，我也要再次要感谢我们四位主持人，我们真的是家人，然后又是伙伴，然后真的是有他们的陪伴一起走这一段山路，让我从一个高山症变成一个高山咖。谢谢，真的流鼻血，对啊，现在都生了小孩了，没有关系。肖欣欣，谢谢他的福气带来的，谢谢。我要补充一下，是强哥说，其实我们现役的同仁们都目前都不在这儿。因为他们都在里面忙，他们是最辛苦的、最累的。我的这些伙伴们，谢谢大家，谢谢编哥，谢谢梅姐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那我们稍后在庆功宴上，好好跟我们的团队在一起，这个分享这个荣耀，一起来开心过夜晚。谢谢大家，辛苦了。谢谢。我们引导我们的得奖团队来到我们的下一个工作的现场。谢谢高岩，辛苦了，谢谢大家。嗨。